练习部分。没有啊，越适合的就。王全仁母亲过世，公祭场合，王全仁签的是艺人柏延安。没有一直被提到王全仁，没有，因为这真的没意义啊。每次你们问我，我的回答还是一样，这样不是很无聊吗？不会啊，旁白哥抱抱四十岁钱伯瑜神隐三年回演艺圈，可以提王全仁，但很无聊。久不见，超久的，休息了大概两年多三年，应该超过了。就是在疫情前，我在澳洲嘛，本来是想念个证照，那个证照是在澳洲叫做社区服务，我是专门是小孩子那一块的，在国外其实很多父母有收入。这种，那他们的小孩其实很可怜，你去念就去辅导小孩，或是帮小孩就找更好的地方。那念到一半就疫情大爆发，所以就赶快跑回来，因为那时候澳洲真的太严重，所以我害怕。因为台湾疫情控制得很好，所以我爸妈说你要回来，其实本来想转换，结果老天不想理，转不成。那种失落感其实还是有的，我觉得蛮低潮的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就是发生事情了嘛，那就要去面对环境变了嘛。我看年初好像有零星上几个通告，有，回归那个感觉。因为太久没工作了，老实说，你这镜头放我前面，我会觉得有点紧张，因为太久了、啊。练习部分没有，没有适合的，就。哎，钱伯瑜现在没对象，但以前还叫柏延安时的情史堪称他代表作之一呢。甚至提及初恋也是轰轰烈烈的恐怖情人哦。我在按电梯的时候，我只听到一个很急促的脚步声，像咚咚咚咚咚的这样下来。他从后面就直接冲出来，他拿东西抵住我的背后，勒住我的脖子，叫我不要出声。我当然大叫啊！我爸妈要冲出来，很慌张的，超快的这样整个跑出去。后来就是决定跟他父母说，就说可能要请你管好你的小孩。其实事实上是可以报警的，他就没有再来了。不要一直被提到王全仁的事情。没有，因为这基本没意义啊。每次你们问我，我的回答还是一样，这样不是很无聊吗？那其实你私下是认识吗？不熟，但是认识。我们有互相加 Facebook。就是我爸妈从大概三个月就一直灌输我的观念，就是说你不要刻意去结婚。不要为了生小孩生小孩，不要过你觉得让你舒服快乐的日子。我是一个爱自由的，我跟朋友要出国玩。如果现在小孩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，我会不会开心？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变成只有一个束缚或者什么，那就算了。你说那个怎么保养是其次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最重要是你的心情。你每天很快乐，我觉得不可能太不实际了。但是你至少就是静下心来，你真的是要真的思考。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。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件好的事情，我觉得你把你自己先修好就是最好的保养。哎呀，可能钱伯瑜心修得太近了，他开始懂得忘记事情了。当从澳洲回来的时候，因为猫拿给朋友嘛，然后忘了猫可以，猫可以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，从澳洲回来啊。对，我知道。出老了，哎呦，反正总是出老是你说的吗？是我说的，好笑的，可以可以。三立娱乐新闻，钱伯瑜犯出老报道。